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传唱《纯情青春梦》，由我们叶爱玲老师跟陈庆老师合唱，林秀霞老师编舞，然后非常浪漫的一首拉丁舞蹈。音乐一开始停两个八拍以后，预备右脚开始前舞退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spotten 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注意要留头 ，spotten 大腿内侧夹住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谢谢大家收看我这个分解，然后我当然讲仔细一点哈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们伦巴呢，你要感觉是压地板，然后两力对拉，不能断掉哈。然后再退后，一只脚送一只脚，你看推推推 ，and slow and， 它有 end 拍，然后继续推推 slow 踩下去，重心放掉，但是力量 hold 住，不能断掉，要延伸再换边，好，加上手去帮助你的支撑。延伸好，向前推，推，推 ，slow 好，站稳压的时候，力量 hold 住啊，旁边基本步，好，线条要拉长哈。好，我们有讲过身体，手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在做手的动作，好，都要延伸。你看，不能说自己去做，由身体带动，推，推 ，slow and， 然后我这里一样是手去带动，你看我流头推。推 slow， 好，再准备换边，推推 slow， 很好，这是我们前舞的动作。第一段的动作，右脚推基本步，一推推站上去 ，and slow， 好，再重心放掉，扭动，推推 slow， 好，手身体部分延伸，再做一次，好，可以的话，身体一起扭动，推推 slow， 好，接下来做 swiver。脚做 swiver， 好，没有看到脚经过手做梳头，做梳头的动作，好，接下来做 cucaracha， 好，交叉并脚以后抬脚，好，我们就讲过撑住，手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抬脚，脚要在膝盖的旁边，好，撑住，接下来做一个箭步的动作，大腿内侧夹住，反身推推 ，slow and 做 spotten， 好，最后踏向后面，再重复一次，然后再重复第二次的时候 ，spotten 推推 slow， 就向旁边准备接第二段，好，第二段右脚开始前脚踏踏，并侧踏 and 好，坐稳身体拉好，踏并侧踏。站稳，好，做右脚退后，退二三转，退好，手要到定位，退二站稳以后再转，好，鼻双飞，好，接下来这动作呢，右脚退后，鼻双飞，推站稳 slow， 延伸后交叉，再重复一次，站稳，你要身体要顶天立地，推推站上去一样，不可以说。亏啊，就断掉了。亏，我身体线条拉好，一抛二，柔中带刚，这样子动作的动好，啊，所以很漂亮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个伦巴呢是一样有生命力的东西。我在做这个鼻双飞，好，延伸腰推腰出去，带动身体转，好，再一次亏 slow。带动身体转，我做只有手的动作是这样，推手，这样也可以了，只是没有那么美而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扇形的动作来，背开始，推手，站稳旁边的，注意呢，你一定要把你的重心放掉，你不可以说这样啊，这样走，你的脚没有放重心，你不好走，推手，你有没有感觉你重心没放掉，你走不出去，一定要放掉，由右脚去推左脚，直线
直线财务以后转，不要急着走，推动，好，渐渐收脚，推热站稳以后，抛物线出去，再回到扇形的动作，在大腿内侧你要拉，大腿内侧有没有看到？内侧要 touch 到，接触到大腿内侧要接触到，还是要站稳，有没有看到？站稳不能断掉，站稳推动上去，推动上去。好，接下来 hold key stick 左转45度转了以后侧踏，好，再做两个箭步前交叉，好，再做一次换边，好，我先连续动作来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站稳的膝盖夹住，身体拉高，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，肩五右左右左右左，然后开始推推 slow， 好，我现在反向连贯起来为各位示范一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哈。停两个八拍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哎，你们看到我要出脚有一个 M 拍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，好，反向走，转第一段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，第二段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 7，第三段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，肩五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《纯情青春梦》，谢谢大家。